外佣常常因为听不懂中文很自责，阿嬷就对他说：“没关系啦，不要。” 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我是莫金哥，看我片片看直播的 YouTube， 欢迎收看《梗图第178集》。今天再接几张时事梗啊！这张图片真的是有点好玩。事发的三名人员已经补满所有鸡胸肉了，可能不用变身了。然后仔细一看，哦，那个闹事的那个黑胡椒口味也补齐了，这真的是很北蓝。然后还有这一个，本来想吃的，但剩一个而已，还是留给需要的人吧。我怕下一个超级赛亚人出现。最后一句是我自己加的啦。再来我们接一个运动时事梗，我们东方糗爷说，我的预测湖人会过。更新一下，湖人是被4-0横扫。再来他一个预测，热火一点机会也没有。然后塞尔提克被0-3落后。拜托几个嘞！来更新一下最新的状况是1-3啊，塞尔提克勉强拿下一胜，战局岌岌可危。东方球爷，东方神秘力量不可忽视。还有这段也是十四个余波荡漾中传出来的。大波少女回旋，大波少女宣传，他对暴民执法过当。法律系酸民、乡民、刁民、抗中保台信仰者、凑热闹路人、单纯仇警者，这些魔人全部跳出来，这什么结果？最近有个新电影上了，《玩命关头 X》，也就是第10集啦，上映了。你各位看了没？好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人他po了一张图，我真的只是来看这光头一部可以讲几次 family。然后下一张图，《玩命关头10》共计30次 family。如果没听错的话，每4.3分钟就要讲一次。是要死这么认真哦，还真的拿计数器去算哦。再来这个跟电有关，他一定要再想别的女人了。变形金刚到底是要买人寿保险还是汽车保险？这问题，这问题也让我陷入沉思。这到底要买人寿险还是汽车险？你们有正解，或者是有相关专业的，可以帮忙分析一下。再来是一个十四梗，有够坏。我们来做个实验，你随便换一个很过分的话，需要。不需要 ，OK， 需要阿明的钱，不需要阿明，这也太坏了吧！啊，砸自己老弟钱吧！在这个最近也闹很大，涉入 NBA 诈骗案风暴，陈欧珀若有挂钩，愿退选。2天后，快讯，陈欧珀深夜宣布退选。啊，在欧哥啊，你这么猛的吗？这么直接，了当的告诉大家吗？在这个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先点出台湾有哪项优势是美国偷不走的？来，要是偷不走哦，你各位有什么想法吗？给你5秒钟时间思考加留言，开始。我相信这个应该没有很多人答对，正解是 A， 员工低薪。笑死！最近会考刚结束嘛，那离期末考也越来越近了嘛，来一个跟这有关的。老师说，关于考试有关的东西，说起来。你为什么还有小车？因为这跟考试有关。当我告诉面试官自己擅长在高压环境下工作。当我在高压环境下工作。各位，你要好好赚钱，年龄越大越没有人原谅你的穷。银行余额零，精神状态不稳定，感情状态单身，在半夜刷着迷因的我。这台车跟工作有关，跟经济有关。虽然说它是开车图，但我决定把它跟那个工作类的放在一起，太感人了。女子买淫8年，从未涨过价，每次只收30块。那你，这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，感动中国人。哎呀，我大中国就是会有这些那么感人的超人、女超人存在，特别这一个女超人，我觉得有她存在，至少那些韭菜啊、人矿啊，还有一些值得快乐的地方，伟大。当你关掉闹钟，想多睡个5分钟，结果直接多睡了1小时。
快睡吧，熬夜伤身体。放个屁，上班伤心更伤心。对，我们来几个烂笑话。什么时候不能够讲笑话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是一点，因为一点都不好笑。外佣常常因为听不懂中文很自责，阿嬷就对他说：“没关系啦，不要庸人自扰。”阿嬷很地狱哦，懂地狱哦。再来，你们知道敲咖啡杯会发出什么声音吗？咖啡音。来，各位，你现在握拳哈，你现在握拳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命格是怎么样啊？如果你握拳之后呢，你发现你看到的是一个上的话呢，哎呀，注定上班族啊，乖乖上班，任劳任怨，任人宰割。如果是出现一个土的话呢，要么你就是大土豪，要么你就是准备去吃土。没有了啊，后面那一句我自己补充的啦。再来我们看一段有趣影片，伞，因为淋过雨，所以想替别人撑伞。不懂我在讲什么吗？自己看。有你是我的福气。不管风雨，我继续等你回。悬臂决断，别浪天地。那你，哎呦，哎，这个棚子有灵性呢，不偏不倚的就飘到那个车子那上面去。哇，上辈子有多烧香哦，好事做很多哦。在这个更扯，天花板中出现了一只蛇尾巴，想说，哇靠，怎么会一条小蛇在那边？然后于是乎拿东西一捅。哇靠！掉出来一条大黑蟒。我没仔细数，这好像不止一条是吧？哎呀，你那天花板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没领去。就你懂。在进入开车图之前呢，我们要结合一下今天讲到的很多跟工作有关的图，还有时事梗图啊，两个结合在一起啊，有趣。薪水全部都拿去还账单和债务之后的我。的钱包里面挖呀挖呀挖，赚小小的金水却大大的花，在小小的钱包里挖呀挖呀挖，挖呀挖呀挖，挖呀挖，月底挖呀挖呀挖。不过我峰回路转，在大大的金主里口袋挖呀挖呀挖。OK 嘛，自己都挖不了，挖别人的吗？简单的啦。好了，开始发车。晚上洗完澡，裸着躺床上，和老公一起看迷片，里面男主角色性大发，狠狠的凌虐女主角。我看了后，很哀怨的对老公说：“老公，你的兽性呢？”喵。你闭嘴，回去当他的太监。金玉在男朋友包包里面发现这个。但我不知道是什么，问朋友他说是避孕针。那你可能他到处乱插，叫我要小心。傻小，这避孕针到处乱插。在这间学校，我真的不知道里面的人到底在想什么，不知道这到底是学校还是什么关那些母汤的犯人的看守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写一个六，不知道是96年还是106年啊，还是2016啊，不知道，反正9月13号啊，有个人被记了大过5次，事迹是强奸女同学。我靠，第一条就这么猛，然后9月13号才隔10天。大过6次，是由是脱摸职员下坠。我靠！在10月11号，也差不多隔10天左右，小过2次，带小黄瓜来学校给女教官。哎呦，这给女教官就记小过2次哦，还是后面还没补充完整？后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母汤的东东？然后10月26号，也差不多隔2个礼拜左右，大过3次，上课考枪累犯。再来11月4号，小过1次，叫教官。I'm on the motherfucker！ 哇塞，这么猛，自己弄就算了，还叫教官来帮忙。FBI help me！ 11月16号，大过1次，叫餐饮科导师。我有没有看错？11月26号，小过2次，在走廊性下体。11月29号，小过1次，上课摸同学下体。同一天，大过5次，在福利社与教职员做不是。那你哦，我肯定这后面一定有一些东西没有把它拍下来。11月6号，大过2次，跟护士阿姨做不适当的事。那你什么东西？也是没补充清楚。11月15号，小过2次，带 SM 用具到
到学校。哎，只是带来有必要记两次小过吗？十月二十号小过两次，校外与学姐打。哇靠，跟学姐撤了吗？在校外撤了吗？要记两次过啊？学姐就是这么香，不然怎么办？十月二十号警告一次，使用非法用品叫女同学辱什么辱什么辱什么，我想知道辱什么。一月十七号警告两次，跟同学上课集体靠哇靠垒什么东西，我想知道。哎、欸，集体耶，集体耶，累的话感觉是累犯。那这个警告两次，然后有一个十月二十六号就上面的上课自己敲累犯是大过三次，那个大过三次是不是累犯了几十次啊？几乎天天上课都在都在发射这样子，要不然为什么下面只有两次，然后上面是要到大过，而且还三次？最后一条一月二十五号大过五次，上课也是教职员。我靠！我晴天霹雳！这里面的学生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？这间学校为什么会收这么多这些有问题的学生？这些学生是明德管训班的预备犯人是不是？我快笑死了！里面最猛的，我觉得是十一月四号那一个叫教官来帮他铐的，这个是嫌命太长是不是？从小就觉得哎呀人生没希望，活腻了是不是？直接叫教官来，真的很屌！里面这些被记过、被记警告这些人呢，我觉得。可能是国家栋梁，也可能是明德管训班的栋梁，或者是土城看守所里面的栋梁啊。总之就是栋梁类型的，不同方向的。好，那今天梗图就差不多到这边啊。冲着这国家栋梁这么的有栋豪，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值得你按一个赞。那要不要订阅墨吉哥频道？随便啦，要不要加入会员？那是一定要的啦。加入会员干嘛？可以看到一些被 YT 莫名其妙变掉的图，或者一些开车图。当然，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，See you tomorrow， 拜拜。